这是你的麦克风吗？其实我想唱另外一首歌，你今天有没有办法唱那首歌曲？哪一首？就是他的成名曲啊。对，我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成名曲。你今天有办法唱吗？我们今天有办法做这首歌吗？他的成名曲，就是肚子里面有石头那一首。肚子里面有石头，有一部电影叫做《第五元素》。你一晚你会想听那一首歌吗？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是《第五元素》电影里面那个？对，那个蓝的那个妖怪，那个仙子肚子里面。对，他是仙子，他刚好今天穿的也是蓝色的。对，他真的唱得上去，他超强的。对，他那个可以海豚音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想听到他唱这首歌曲吗？我听到唱这首歌，我都跪着听。我跟你说，唱这首歌有一点点的风险，就是我们可能那个新竹的朋友会打电话来，叫我小声一点。新竹朋友。